我是卡蒂。现在呢，我在台北车站，我们等一下呢要搭火车前往宜郎礁溪去圣母山庄。那我们现在就准备去搭7:30的火车，准备出发喽。抵达了礁溪，然后这次呢要去爬圣母山庄呢，也是有一些登山的小伙伴。那我们现在呢就要慢慢的走到礁溪火车站的出口跟他们会合。然后这次来到礁溪的时候也会租摩托车，然后透过骑摩托车的方式达到五峰旗的登山口。那我们就赶快出站去找小伙伴吧。在这边稍微休息一下，等待其他的就是登山小伙伴。等我们集合之后呢，我们就会开始继续往前走，往圣母山庄步道前进。然后呢，到了这个小平台，休息一下。走了一段路，走来了通天桥，然后现在要开始走比较困难的路段，那就出发喽。
嗨，我现在呢在圣母步道最上面的观景台，从这里呢可以看到很多抹茶的山峰。今天的天气不算好，只是有时候会起到，然后会飘点小雨，但是走到山上看到抹茶山的景色还是觉得很开心。如果呢你想要继续往上攻顶的话，其实可以的，上面还有一小段路，不过那一段路听我们的团长说风景其实差不多的，所以我们就没有打算继续往上走，就会在这边停留一下子休息拍个照，之后呢就会往上下前进哦。这里是延吉生活，我们下次见。